你说吧，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。你喝完酒你就说不能回家，那然后呢？所以我们就……我以为我上的是一条救生艇，没想到是个贼船啊！我是个海盗船，这么小，然后你就脱了，脱了以后你不能动，哎，你去动。 姐姐，那再然后呢？再然后的事情就有一点不可描述了。你先把手放下，我还有一个细节没跟你说完。很期待吗？